刘学义、李弘毅、林博洋、敖瑞鹏等主演的武侠剧《少年歌行》大结局已经一段时间了，而这部作品中不仅强者辈出，美人更是不在少数。当然剧版和原著因为选角的原因有区别，比如司空千落完全不如原著中描述的那样。结合原著和演员颜值，我们来聊一下这部作品中最美的十个角色。第十，姬雪。姬雪其实原著中就是一个假小子，和美貌关系不是很大，剧版稍微好一些，但绝对没有沐春风口中那种惊艳绝伦、美丽不可方物的感觉。虽然颜值上不算非常出彩，但气质上绝对是拿捏住了那种拽拽的风格，英姿飒爽，令人印象深刻，而且做事干脆利落，成为新的天启四守护之一。第九，月姬。动漫中月姬的容貌可以说是我见犹怜，脸色冷淡，但身材是婀娜多姿，连萧雨都被迷住，可见其容貌有多么美丽。至于剧版的月姬，有种网红脸的感觉，远看非常不错，但是近景脸上的瑕疵就显现出来了，所以月姬暂时排在第九。第八，穆雨墨。穆雨墨是暗河杀手，出场的次数不多，而且从头到尾都戴着面纱斗笠，看不清真实容貌，隐隐约约看到已经觉得他的容貌算是风韵犹存。而穆雨墨虽然是暗河杀手，却深爱唐连月，在无双面前表现的一副痴情模样，实在期待他和唐连月之间能够擦出恋爱的火花。第七，司空千落。剧版的司空千落完全没有原著中描述的那种美貌，俏皮也不够灵气，只能说和原著以及动漫的描述相距甚远。当然演技还是不错的，演绎的司空千落还算是英姿飒爽，名场面也基本都把握得住，所以司空千落排在第七。当然这是个人的看法，不同之人有不一样的看法。第六，天女蕊。剧版的天女蕊感觉没有动漫中那么妖娆，和唐莲之间 CP 感也没有那么足，不过剧版在唐莲死后她以唐莲的造型出现，英姿飒爽，颇为令人满意。至于后面和李凡松、飞轩等人联手为唐莲复仇，更是令人感动。天女蕊虽然存在感不强，但和其他几位的颜值比起来好不少。第五，李新月。李新月是李寒一和雷无杰的母亲，昔日的天启四守护之一，长相容貌都算得上惊艳，但可惜的是剧中出场的次数比较少。从雷无杰和李寒一的长相来看，李寒一继承母亲的容貌，雷无杰应该是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和样貌。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，昔日的李新月也算是江湖中知名的美人了。第四，尹落霞。尹落霞被称之为雪月城的落霞仙子，颜值自然是没得说，追她的人有很多，只不过她的性格并没有如仙子一般，对于骆明轩也颇为严格，但能够令宋燕回和骆明轩都对她倾心不已，她的颜值是可想而知的。尹落霞除了颜值很高，实力也不错，曾一指断江，有半步剑仙的实力，令人称道。第三，叶若依。叶笑英之女叶若依由于自幼生病，所以属于那种柔美类型，她喜欢的是萧瑟，后面长大了喜欢雷无杰，在百花宴上的剑舞更是令人惊艳，后面在蓬莱仙山战墨衣也令人觉得非常出彩，回到天启之后她成为了萧瑟的智囊团之一，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又不屈命运，非常加分。第二，李寒一。李寒一在原著中被称之为小仙女，但说实话剧版的李寒一没有很仙，但论颜值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特别是女扮男装的时候英姿飒爽，令人惊艳，而恢复女装之后感觉偏向于小家碧玉型，但相比起其他女角色，她的颜值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至少看了不会出戏。第一，易文君。原著中的易文君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说是红颜祸水也不为过，叶鼎之、明德帝以及洛青阳为了她都甘愿赴死，即便生了两个孩子，即便出轨，依旧能令明德帝忍受耻辱，其美貌可想而知。剧版董璇饰演伊文君，年纪上差不多，但毕竟红颜易老，董璇年轻时候堪称惊艳，如今饰演伊文君风韵犹存，第一之名名副其实。美女排行向来比较有争议，以上这些是个人认为的排行。